我们的妇人病带下。第一个，热湿，你如果没有湿，根本就没有带。颜色呢比较黄，比较深，味道呢比较重，体格呢会比较稍胖。那如果病人呢体力很好，讲话声音很大，那是湿。有病没有好啊，就变成人虚弱，非常体力非常的虚。黄连、黄芩、黄柏，三黄泻心汤呢专门去热。少妇的问题，肝经一定弱过，黄芩能肝经的湿热。黄柏呢本身入下焦、入膀胱，白术去湿，赤豆去它里面的湿。遇到痔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一些槐花、重点三钱、当归。这身体很虚，好用生地。虚的话，我们可以加栀子，就同时可以去虚，可以去热。舌头呢比较肥大，都是虚症。